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寇少杰，很高兴又在节目中跟各位见面。今天我们仍然请吴勇长老为我们主讲，信息的题目是圣灵九果。圣灵九果，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圣经中所列的圣灵九果，那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以下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吴勇长老为我们阐释圣经中对圣灵九果的真理。各位观众好，我吴勇，今天我要给各位从保罗书信加拉太里面思想一段话，就是在五章第二十二跟二十三节，它里面讲到圣灵所结出的九种果子。那么关于圣灵的问题呢，今天在台湾呢可以说好像风起云涌，因为众教会呢都在注重追求圣灵充满，所以呢我们也看见有果效出来，很多的聚会改观，很多的工作也进步，这实在是一个好的现象。不过这个圣灵这个字呢，充满这个字有两个文法，一个文法是叫做动词，一个文法呢是叫做形容词。好像说使徒被圣灵充满，彼得被圣灵充满，那是动词。好像路加第四章讲到耶稣被圣灵充满，还有呢使徒行传讲到使提反被圣灵充满，那是一个形容词。所以圣灵充满这个题目呢，有这个动词也有形容词。这个形容词呢主要不是在工作的上面，虽然说被圣灵充满在工作的上面可以表现出来，可是这个还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那么它主要应该是在生命上面的。有一天我在报纸上面看见了一小则的论文，他说不管是白猫黑猫，能够捕老鼠的就叫做好猫，不管是大官小官，能够做事的就叫做好官。我以为社会可以这样看法，但属灵的境界呢并不能够这样的看法。因为事里你只有注重工作就可以了，属灵的他不只注重工作，他还要注重这个生命，还要注重这做人。我讲这个话有两处圣经的根据。一处圣经的根据，有一次啊，耶稣在马太第五章里面讲一句话，他说在献祭的时候，如果想起对人有怀怨，你那个祭物不要献，你去跟那一个人和好了以后你才来献祭。献祭是什么呢？也许代表跟神的交通，对神的敬拜。那么跟人有怀怨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跟人之间心不对了，我们跟人之间我们做人不对了。所以耶稣就说你跟人和好了，就是说你把那个人弄对了以后呢，你才来献礼物。意思就是说如果人不对呢，你那个交通也不对，人不对呢，你那一个敬拜也不对。除了那一段圣经以外呢，还有一段是在马太也是讲这样的话。他说有人说给耶稣传道，有人给说给耶稣一并赶鬼，那么讲了这一些话。可是耶稣说，他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他不是为耶稣做工吗？但是耶稣为什么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呢？可见的说他人不对，你那个工也不对。所以在圣经里头呢是讲究事是不错的，可是最主要不是讲究事，他要讲究人。而且这个人呢要是对了以后呢，这个工作才会对。如果人要是不对呢，你工作再好也不会对的。那么所以我今天在这个地方主要要讲到
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呢，不只是动词，而且要紧的是形容词。而这个形容词呢，不只从工作的形容，应该是从生命的形容。所以今天我用九种果子呢，来给大家做一个思想。第一个果子呢，就讲到仁爱的果子。你看呢、啊，爱实在很要紧。今天呢，到处都讲需要爱。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建立在哪里呢？断断不是建立在利害。如果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利害的关系呢，你看这个世界会很无情，这个世界会很冷酷。好像说一对夫妇，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哪里呢？断断不是建立在一碗饭。丈夫说你会给我烧饭，妻子说你会给我一碗饭吃。如果呢，这两个人的关系仅仅是一碗饭呢，这个家庭没有味道，这个家庭就没有温暖。那么所以啊，爱这件事这是多么要紧。而且圣经里面所讲的爱，这个爱字呢有两个，一种是叫做人性，一种是叫做神性。神性的爱无论怎么样爱，他会受伤的。好像说夫妇他们很爱了，可是以后呢，因为个性不同，结果呢他们中间就受伤了。好像朋友虽然他们桃园三结义，可是以后呢因为利害的关系呢，所以就分道扬镳了，他们就被受伤了。但是神性的爱跟人性的爱不一样，神性的爱不会受伤的。你可以看见犹大带着人要去抓耶稣，他就给那些人说，天已经暗了，你们看不清楚，不要见人就抓，所以我给你们做一个记号，我跟谁亲嘴的那一个人就是我要卖给你们的耶稣。耶稣知道犹大用亲嘴作为卖他的记号，他从克西玛利园出来还是跟犹大亲嘴。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爱不会因为犹大的出卖来受伤。还有呢，就是彼得，耶稣被抓在庭院受审判，那个时候他需要同情，那个时候他需要安慰。可是呢，当有一个婢女看见彼得，他说你也是跟他一党的。可是彼得说什么呢？他说我不认识他，你的口音被我认出来，你也是跟随过耶稣的。他就发誓他不认耶稣。那么你看彼得对耶稣这么辜负，可是耶稣怎么对待彼得呢？到复活的时候，他告诉妇女说，你们告诉门徒活彼得。可见彼得在那个时候心里面没有主，可是主呢在那个时候他心里面还有彼得。所以这是爱，他不会受伤的。第二个果子是什么呢？第二个果子就是仁爱喜乐。第二个果子喜乐，哈巴谷里面有一段话，他说无花果呢不发旺，他说葡萄呢不效力，他说这一个橄榄呢也不结果，他说呢田园呢不出粮食，他说呢这一个棚里面呢也醉了羊，也没有牛，然而呢我要因耶和华欢心。你从这句话你就明白，因耶和华欢心，这个欢心从哪里来呢？这个欢心不是从这一个物质来的，这个欢心呢也并不是从权位来的。今天世界上的人的快乐，他的快乐是在哪里呢？他的快乐呢是在这个权，他的快乐是在利。有一天这个权变了，这个快乐也就变了；有一天呢，这个利损失了，这个快乐也跟着损失。所以啊，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二个果子是喜乐。这个喜乐呢是从天上来的，这个喜乐并不是从地上来的。第三个果子呢就是和平。什么叫做和平呢？我想和平这个字呢有调和的意思。这个调和呢有两种调和，一种调和呢是人跟神调和。如果一个人跟神调和呢，那很好了。为什么？因为这条路通了，你所求的可以通到神那里去，神要给的能够通到这人这里来。你看这个人多么有福气，因为他求什么天上的神就会给什么，他要什么天上的神呢就会赏赐给什么。这个人实在是非常的有福气。还有呢，不但人跟神调和，人跟人也调和。今天人跟人之间呢，实在有很多的难处，误会的难处，冲突的难处，矛盾的一个难处，还有呢，计较的难处，太多的难处了，以至于人跟人之间呢，你目前眼睛看起来呢，就关系不太好了。那么这个社会因为这样缘故呢，问题就很多。可是啊，
圣灵所结的果子和平。所谓和平呢，就是说人跟人能够调和了。为什么人能够调和呢？因为它里面有神的心为心，因为以神的心为心呢，所以他就能够忍受一切的不平，很忍受一切的难处。以至于如此呢，人跟人之间就不会产出冲突，不会产出的计较，那么人跟人之间那真正是会达到和平。所以啊，从这里看呢，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三是和平，第四呢是讲到忍耐。各位，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个爱是忍耐，最后一个还是讲忍耐。可是前面一个忍耐，后面也是一个忍耐，意思就是说，这个忍耐呢，应该忍耐到底，这个忍耐呢，应该忍耐成功。我们人呢，有时候都有一点忍耐。可是呢，经不起一再的一个刺激，这个忍耐呢，以后就变作不会忍耐。我在这里就提到了一个雅各，他从前在巴丹亚兰，在他舅父那里呢，神就给他说：“你回到迦南去。”这迦南是什么呢？迦南就代表牛奶与蜜，奶呢这是一个丰富，蜜呢这是一个甘甜。那么意思就是说，叫这个雅各呢，他去尝尝属灵的丰富，属灵的甘甜。那么雅各呢就准备要回来了，正是在那条路的上面，他就遇见一个麻烦。怎么一个麻烦？因为他从前得罪过他的哥哥，以后他的哥哥呢听见雅各呢从外地要回到本地，就带着400个人呢要找他算账。算什么账呢？算了两条账，一条呢是长子名分的账，因为他用着一碗汤来换他长子的名分；一条账呢是换父亲祝福的账，因为雅各呢骗取他父亲的祝福，夺去他父亲的祝福，要给他算账，以至于呢这个哥哥就怀恨在心，听见呢雅各要从那一条路经过，所以就带着400个人呢就要去找他麻烦。那么这个时候雅各怎么办呢？如果这件事情要是没有对付，迦南就不能进入。迦南不能够进入，牛奶与蜜的地他就不能够尝到。所谓牛奶与蜜的地，就是属灵的丰富跟属灵的甘甜，他就不能够得着。如果他要得着属灵的丰富跟属灵的甘甜呢，那么这一件跟他哥哥中间的过节一定要把它解决。那么雅各怎么解决呢？他就看见他哥哥从前面而来，他一边走就一边跪，跪一次呢他的哥哥那个怨没有化开，就跪第二次。第二次呢，他哥哥心头那个恨也没有化开，他就跪第三次。第三次呢，他哥哥的恨还是没有化开，他呢就跪第四次。第四次没有化开，就跪第五次。第五次没有化开，就跪第六，一直到第七，并不是说七次，乃是说这一个忍耐呢，一定要做到成功。到了第七次的时候，他哥哥里头的怨、里头的恨，因为雅各的忍耐，所以呢就化开了。因为化开了以后呢，那一条通迦南的路就通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要通到属灵的路，我们也真是要有忍耐，而后这条路才能够通。那么第五个果子呢，就是恩慈。什么叫做恩慈呢？圣经常常把忍耐跟恩慈摆在一起，意思就是说，你光光忍耐不够，你还要有恩慈。好像说人欺负你了，那么你能够不记恨，你能够不报复，这是叫做忍耐。可是那一个欺负你的人呢，他突然间遇见意外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你因为有忍耐，你不幸灾乐祸。可是你不幸灾乐祸，说好啊，这个人欺负我，我不报复他，那么天上的神替我报复他。那么你没有这种思想，很好，这是一个忍耐。可是这个还不够，你还要恩慈。恩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遇见意外了，你能够跑去安慰他；他遇见意外了，你能够跑去帮助他，这叫做恩慈。那么所以恩慈是什么意思呢？恩慈的意思是说，人呢扔你一块石头，你呢就还他一个苹果。恩慈的意思呢，就是人呢吐你一口口水，你就还他呢那么一瓶香水，那么这个是叫做恩慈。所以啊，圣灵所做的果子呢，乃是不但忍耐，而且又有恩慈，这是第五个果子。第六个果子就是良善。什么叫做良善呢？有一次，一个这个少年人，他在问耶稣：“良善的夫子，
可是耶稣给他怎么答复呢？他说除了神的以外没有良善。那么既然除了神的以外没有良善，我们要看良善，我们只有从神去看，就从耶稣去看。因为耶稣是神怀中的独生子，他把神表明出来。那么你从耶稣看见哪一件良善呢？有一次啊，有一个人叫做施洗约翰，他本来是耶稣的先锋，他本来啊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就指着耶稣介绍给人说，耶稣就是神的羔羊。他有一次啊，他呢这个耶稣叫他给他施洗，他给这个约翰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给你解鞋带都不配。可是到了他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呢，他里面就怀疑起来了，他里面呢就不满起来了。从哪一个地方他看见约翰里面的怀疑跟约翰的不满呢？他就叫人说，你去找问耶稣，我们所等候的到底是不是他呢？那么既然从前认识他，为什么现在不认识他呢？从前呢尊敬他，为什么现在怀疑他呢？因为苦难。所以各位，有时候苦难呢会给一个人呢心智都变了。可是耶稣怎么样对待一个对他不满的人，对待一个对他怀疑的人呢？当那一些人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给那一些人说什么呢？你们到旷野看什么呢？看风吹动的芦苇吗？约翰不是这种人，约翰不是好像芦苇，因为芦苇很细，芦苇很长，风这边吹他那边倒，那边吹他就这边倒，所以芦苇是表明没有骨气。他说约翰不是一个没有骨气的人。还有呢，你们到旷野看什么呢？看穿细麻布衣服的人吗？他说约翰不是这种人。穿细麻布是什么意思呢？这表明说在王宫里面养尊处优，可是约翰不是一个养尊处优的人。那么所以呢，人家怀疑他，人家不满他，而耶稣呢他在那里称赞他，称赞对他怀疑的人，称赞对他不满的人，这叫做良善。所以圣灵在一个人身上所结的果子呢，就是结这个良善的一个果子。那么第七个果子呢，就是信实。什么叫做信实呢？各位，虚假的信实的反面就是虚假。虚假呢就是不信实。你看今天这个社会很麻烦，好像说法院审一个案子，他可以审一年两年，他可以审三年五年，甚至可以审四年八年。那么为什么缘故一个案子要劳民动众呢？要花费那些时间呢？最主要一个缘故呢，就是人不信实。不是，因为人不信实呢，所以就得查再查，人不信实呢，所以就得问再问，所以弄得精疲力尽。如果人要是信实呢，有就有，没有就没有，那事情就很简单了，那事情呢就不会这样复杂了。还有今天你看呢，在这个社会的做买卖，因为人不信实，所以七保八保，什么都要保。你看呢，有时候一个保不够，人保不够，还要用五保。为什么用五保呢？你要拿财产来保，你要拿金钱来保。那么以至于如此呢，那么所以今天人跟人之间最主要就是一个信的。各位都知道，信这是一个社会大家相处在一起主要的一个因素。如果到了有一天你不信我，我不信你呢，那么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它就不会这么近，就会越来就越远了，关系呢就会越来就越坏了。所以信实这一件事情多么要紧。你看我们看见耶稣呢，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信实的主。从哪里看见你信实呢？有一次人要到克西玛利园去抓他，那么耶稣呢在克西玛利园出来的时候呢，耶稣就问你们找谁，他说我们找拿撒勒耶稣，耶稣说我就是。你看呢，就是有损失也不肯把事说不是。今天我们世界上面的人呢，我们如果对我们利益有冲突了，对我们的利害有伤损了，我们就会把事说成不是，或者把不是把它说成是。所以以至于今天呢，人跟人之间呢会远，最主要缘故在哪里呢？就是不信实。所以啊，我们对人所讲的话常常存着一个怎么样的心呢？你再诚恳啊，你讲的呢再够以实在，他就先来一个不相信。那么因为人跟人当中先来一个不相信呢，也会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呢就不好。
所以圣灵所借的第七个果子呢，就是要信实。那么第八个果子呢，就是温柔。什么叫做温柔呢？温柔啊，不是没有原则，温柔呢，也不是没有个性，什么叫做没有不是没有原则呢？好像说你说是我也点头，你说不是我也点头，那这种人就叫做没有原则了。什么叫做没有个性呢？没有个性的解析呢，就是说你呢把我拉住鼻子呢我就跟着你走。那么温柔不但不是没有原则，温柔也并不是没有个性。那么温柔是什么呢？温柔呢就是说他呢这个人怎么样呢，就是中国人常常说择善固执。什么叫做择善固执呢？如果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我就会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如果这件事情是不对的，那么我随时随地呢，我就可以听人家的矫正，接受人家的一个矫正。那么所以温柔是什么意思呢？温柔并不是表明没有原则跟没有个性。那么温柔是什么呢？温柔就是说呢，我们这一个人呢能够忍气吞声，我们这一个人呢，我们能够逆来顺受，以至于呢这样的缘故呢，人跟人之间呢才不会呢动辄就冲突，动辄呢就连红而吃。这是第八个果子。第九个果子是什么果子呢？第九个果子呢就是节制。什么叫做节制呢？这个节制呢并不是一个偷懒人的一个借口，节制呢也并不是一个吝啬人的手段。有人说既然应该节制，那么我就用节制来偷懒，既然应该节制，那么我就用节制呢那么来一毛不拔。所以节制不但不是偷懒人的一个借口，也并不是呢一个吝啬人的手段。那么节制是什么呢？节制就是说节制自己，节制的不是一个节制别人啊。所谓节制自己是什么呢？好像说我们能够在金钱的上面，我们能够把它节制，把它节省。我们节制金钱，节省金钱，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啊，去呢帮助一些困苦的人。那么这是讲到节制。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呢，这一个关于圣灵这一个名称呢，不但是这一个动词，而且呢是这个形容词。动词是重要，形容词一样是一个重要。那么所谓动词跟形容词呢，我用一句很普通的话来表明。好像我们对我们孩子说，我给你吃吃吃吃，你到底给我吃到哪里去呢？你既然吃了这么多营养，可是你出不出一个样子，所以吃吃吃这是动词，吃出一个样子这是一个形容词。那么所以啊，圣灵充满这几个字呢，不但是这个动词，而且是形容词，不但是在工作上面的形容，而且最主要的就在生命上的形容。这个生命上形容就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结果子。所以一个信耶稣的人呢，有圣灵在他里头，要结出这九种果子来。我们低头祷告，谢谢神的恩典，给我们今天来讲到九种果子。主啊，但愿我们今天不但是注重工作的成功，我们先是注重生命的成功。生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你就借着圣灵把生命孕育在我们身上，好叫呢我圣灵在我们里头借出这九种果子来，让你自己的名能够得到荣耀。求主你让我们众人能够接受耶稣做主，好叫耶稣的灵在我们心中结出果子。这样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吴永长老。从吴长老的信息里面，我们明白了圣灵九果的重要。今天众教会也都在竭力追求圣灵，但愿我们能够认识圣灵不单单只是在工作上的表现，更重要乃是在生命上的彰显。换言之说，也就是不单只是注重于工作的人，乃在于工作的人在神面前对不对，人对了，工作就有果效。各位观众，如果你们在信仰上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欢迎你来信，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26-1337号信箱，我们将会为您答复。下一周我们仍然请吴勇长老主讲，盼望各位观众准时收看本节目。愿上帝祝福您，下周再见。